刚发现一个我们的这关，我刚跑出这句啊，四五，我确定我的正常跑，可是他给我弄成什么，不知道随便乱跑那样子，就在毛毛虫的地方。差不多第二圈还是第三圈，我不知道。我刚刚发现，我就在拍马六赛车比快速通关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不是这一圈哦，是下一圈第二圈的时候。对，我刚发现我这第二次的这个时候有点诡异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他随便乱跑，你注意看好，在毛毛虫的地方。注意咯，毛毛虫快到了。对，就是这边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乱跑，可以看到的，看。我明明走正常的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。所以，这个代表什么知道吗？任天堂的阴谋。不知道，真的是任天堂阴谋了。